画一个直线哦，那可以再画很多横线，画格子吗？要画成很一样大的格子哦，有一样大的。这个一，这个是一，然后这个是二，你可以帮。二怎么长这样？这是肚子饿、哦。然后这个是三。谁这个的？第一道是越来越奇怪，是一，这是荷包蛋。你可以挖一个，帮我挖，你可以挖，帮我挖一个二吗？这样就是茶叶蛋。里面有放很多蛋蛋。啊！太奇怪了。你可以帮我挖一个二吗？挖一个二。嗯，好，你再画一个三，画一个三，你画一个五，二，对不对？那你再加一个五，加一个五，然后你再加一个六，六，再加一个七，七，你加再加一个八，行，然后你再加一个九。九，那再加一个十。九，耶！那你再画一个爆炸头。九，咚咚咚咚咚。哇！你看，这是大野狼，要小心。然后这个肚子是大大的。然后这个是一。这里画一个二，这是他的脚。这里画一个二，小的二。然后这里画一个三。你看哦，我教你画一个哦。嗯、先画一个圈圈，然后他的一是鼻子，那二是眼睛。三是耳朵，四是哪里？小鸟的嘴巴哦。四是哪里？这里。四是这里啊，是嘴巴。啊，五嘞？五是这里。五是，我给他画头发好不好？好，爆炸头吗？五是他的头发。啊，六。六是他的六是不知道在哪里耶。你看我画二了。你看变成一无性欲了。一二三四五，一起来学数数。铅笔一，肚子二，蝴蝶三，帆船四。勾勾五，然后什么六？一勾勾五，再来什么六？七。嗯。七。七是拐杖七六嘞。勾勾五。六啦，不是勾勾五啦。勾勾五再来是什么六？勾勾六。嗯，勾勾六。打仗六。拐杖七，嗯，眼镜八，拐杖六，气球九，哨子六，哦，哨子六，哨子尿尿，哨子尿尿，哇，他尿出来了，这是吴兴义，这个是小鸟尿出来了，尿到今天那个花上面去。对不对？这个是花，你今天尿到那个花上面。今天我心意出去尿尿。好。好，尿好了。爸爸，你丢，你丢。丢什么丢？丢你这瘾了。丢。你帮忙把那个
什么巴拉巴拉巴？丢。什么是巴拉巴拉巴？被丢。这是要吃的、哦。不行，不是，要丢。啊！丢。咬不下去啊。丢。这样。妈，你丢。我看丢到哪一个？一定要丢到。丢到。丢到这个小鸟上面。你丢到一阵雨了。完，掉到下面去了。换我了，要靠近。哇，没有。哦，不行啦。嗯，不行啦。嗯啊，没有。不行啦。没有中啊。我用战斗陀螺了。好，换你了。换我什么？换你丢这个。哦，丢到小鸟了。那你丢这个，你就输了。丢这个是输。